被誉为航空界奥斯卡的英国航空运输评级机构 Skytrax 公布了2024年全球最佳八大航空公司，新加坡航空失落了冠军的宝座，卡塔尔航空排名上升一级，取代星航，成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。国泰航空排名连续两年上升，继去年连升八级，重入十大之后，今年排名再升三级，排名第五。国泰对上一次夺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，已经要追溯到去十年前，2022年更加跌到去第十六位。今年重返五强的国泰，同时在 Skytrax 的多项分项排名之中取得佳绩，包括荣获全球最佳经济客舱，超越卡塔尔航空。新加坡航空公司就排名第三。国泰仲同时被评为全球最干净航空，以及亚洲区最佳经济舱机上餐饮。至于总排名跌落第二的新加坡航空，就仍然获得三项世界第一，包括全球最佳空中服务员、全球最佳头等舱、全球最佳头等舱座椅。廉航方面，榜首仍然是 AirAsia， 紧随其后的就是新加坡浩航。Skytrax 表示，今年是票数最接近的一次，而航空公司排名是根据来自100个国家、大约350间航空公司的2100多万名旅客投票所得。